最近过完年又长胖了，实在是太让我心塞了。由于自己太能吃，箱子里面的小鱼干都不够了，这我可怎么办呀？咋了老大，是不是东西不够吃了？怎么可能，我小鱼干多得很呢，你看我过个年都长胖了呢。老大，你这么胖就不怕抱抱找你麻烦把你给甩了？抱抱可不喜欢小胖子呀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把我身上的肉割下来吧。史蒂夫，难道你有什么减肥的好方法？还别说，我真有，我有减肥面包，只要你吃了保准你能减肥成功。那太好了，史蒂夫，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，这一次我要是变瘦了，抱抱就不会嫌弃我了。哇塞，这面包也太神奇了吧，居然有减肥的功效，来先吃几块再说。哎呀，不行了，肚子疼，赶紧去厕所。哦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都快拉虚脱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史蒂夫，你这减肥面包是啥呀？不会是泻药吧？我这怎么老是上厕所呀？哎呀，不行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。